是 Angus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案子啊，我们这边开始做系统柜的组装啊。那这边电柜，你看这么多，都是到现场来组装的啊。这些，那木工现在已经把天花板都钉好了。这些 LED 灯也都装好了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电视墙，电视墙，这边大概都是抽屉。就用抽屉也嘛哦。啊，你拢现场来组装的。嗯。这边有一套的小的厨具，色系系统是简易厨具。这个也是2+1的一个设计哦，然后这边这个是用空间来开放空间来加玻璃的感觉，让这比较不会觉得太小。这间是主卧室，那天花板做好了，冷气口、方孔开好了，水电来接管、配管，配好。然后这间是浴室。上面的暖风机加上维修口在端上，这里要装一台，对，抽油烟，抽排风机了，抽换气那一种，换气型的，厕所简单的抽，这里有厕所，不是，它那个
哦，他考的还是什么？他只是多装一台这样，哦，哦，功夫了啊。装一个小抽风机，所以才会多装一个洞。哦，要不然厨房那边已经有，已经有了，现在是额外装一台。先钻一个洞，定位中心的啊，比较快了啊，比较准，我也找不到中心点，聪明哦，师傅你越来越聪明，看到洞要钻得到吗？有时候这会卡到哈、哦。对。嗯。那有一种是那种圆圆的那一种，就圆圆的比较不会卡到。那一种规格而已啊。哦，对，那、啊、你这个比较多规格了，可以用。我也觉得，只要不卡到就可以。洞成功，这里面也要做呢，里面也要顺利成功。看吧，空大，它空大。对啊，这个刚刚好，就太棒了哦。哎，好像有的更大只哦，可以到20啊。哦，转过来可以调。对对对，22哦。对。最大喇叭的22，因为全瓜更大，大部分都15、16的哈，哦，有20的，也有20，那更高瓦数的哈，特殊的，对，你这个是有线的比较够力，哦，电动的有的比较不够力，哦，电动也够力啊。这样钻洞一下，有线要拿的，钻这个就可以，这个可以塞的进去的大小，大概是这个是12-13公分。我们是要装这一台的，抽风机。
你的。给你们识别了哈。各种尺，那个系统柜的尺寸，这样它比较方便他们，组装正确。次卧床头柜，腰板，硬面图，次卧推拉轮，衣柜的硬面图。这间也有一张图，哈、哦，主卧房的各种尺寸，哦、多少片，哦，编号，在这图上自己加编号，一二三四五，那这旁边右边就有一二三四五的尺寸，哦，这样方便师傅组装正确。那这边有编号，尺寸规格。主卧室床头柜，床头腰板衣面图，
设计师也很细心啊，这样就有利于接下来要进行组装的正确性。嗯，储物柜的尺寸都贴在墙上。这一个案子是新竹新工的一个重案，好，今天就分享到此 OK， 以上分享，拜拜。